The first man's name was Kiki. He wore such little pants. His brother was the champion, but Kiki loved to dance. Oh, 林太太，你看这件，好，你看到大衣，有没有？这是我老公在星光三月帮我订了一件全球限量十件的兔皮大衣。星光三月，你有吗？我这件衣服也是在星光三月买的。那么巧啊，那我们就一起去逛星光三月吧。shopping 吧 ，OK。那入场券呢？那入场券呢？你是星光三月的会员吗？不是，我也不是。没有关系，三月二十八号晚上，管乐班成果发表会，星光三月，不管你是不是会员，一定要来哦。我们不见不散。